我们做一个高雄最大的 breakdown， 预备备。不管是新面孔、旧面孔，还是从来没看我们的，都衷心谢谢你们在这里看我们，谢谢。希望今天走出去，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很棒的启发，回到家里身体都会发光。先祝龙总一起唱。
会晓得，但我真的会忘词。等下会唱的帮我唱。会动作轰动的规律，才逃走。
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着你们大家度过愉快的耶诞节，迎向2024。我知道你们都在懂这首歌，这首歌带我们去了好多地方，也希望可以带你们去很多地方。各位，你们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膝盖，希望这一年跪下来，你们膝盖都变得非常的强健。希望大家先从高雄离开，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人生，交到男朋友，交到女朋友，yeah.
来跟大家一张合照好不好？那个感谢郭立克邀约，然后喂，这场活动主办是谁啊？我他妈住在玉竹街，你没找我啊？谢谢。